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铜锣湾嘅 Fion， 今日要同大家导航嘅就系德国宝低温慢煮豪华套装。低温慢煮豪华套装可以细分烹调嘅温度，温度调节精准至 0.5 度，配合精准时间控制同埋恒温烹调，想要几成熟就做到几成熟啦。低温慢煮由0度至95度，适合烹调肉类、家禽、海鲜、蛋类甚至系蔬果。低温慢煮豪华套装可以有效产生360度强劲水循环，通过水流将热力均匀分布，令到整个锅都保持均匀恒温的状态，形成立体加热的效果。3D 的立体环回均匀加热，有效避免传统烹调方法局部高温加热的不足，令到食物由内到外都保持均匀鲜嫩，有效避免高温破坏食物的纤维，保持食物天然的营养。德国宝低温慢煮套装贴身配备 USB 充电真空保鲜机，同埋多款唔同尺寸嘅真空保鲜袋，无需要购买额外嘅配件，喺屋企都可以体验到专业嘅真空低温慢煮。用法十分简单，先将食物同调味料放入真空保鲜袋抽真空，将慢煮机固定喺容器上面，设置好烹调嘅温度同埋时间。水温达到指定温度之后，将食物连真空袋浸入去水入面煮熟就可以啦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德国宝低温慢煮豪华套装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店同记得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可以嚟门市揾我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